台南民控三民历来有一座已经设立253吨的总工体工地碑，不过这座石碑因为老旧，底座的部分来受损，因此民控区公所请到专业人员将这个工地碑全面来修复，在完成了后也原址来保存，开放予市民作为参观。位置台南永康三民里内有一座蒋公堤功德碑，这座石碑是为了纪念清朝乾隆年间的台湾知府蒋云勋，并且对设立到现在已经有253栋。永康区长李鸿英表示，这座石碑因为年久，并且底座有部分受损，因此在地方企业人士赞助修复经费以后，也请到专业人员将石碑甲底座来全面修复。迄、那个嘛，真感谢咱银用的单位吼，南洋集团吼来出力经费吼来做协助，咱这个石碑整理，啊，即摆已经整理好啊吼，咱带观众朋友再看者。即摆安尼吼，诶，因为石碑伫咧外口吼，咱必须爱做一个保护，啊，避免吼伊的风化的速度伤紧啦。我蒋公堤碑即摆采甲即摆距今也400外吨啊吼，啊，所以这是嘛咱在地一个足重要的文物，啊，伫咧遮呢。咱未来吼，若准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吼，嘛会使来看一下这个蒋公堤碑，啊，这是过去诶蒋允熙诶时代吼，伊对咱修建咱盐水溪堤防的一个贡献。这座蒋公堤功德碑，伫还未经过修复进程，有文物收藏相关单位想要将石碑拆掉，刷到文物馆典藏。不过区长李鸿英指出，该石碑已经列入市府指定的一般古物。因此，伫修复完成以后，将原址来保存，并且开放予民众参观。迄阵人是吼有伫想讲要来请台湾历史博物馆吼来收藏咱即块石碑啦，吼啊，靠我都甲文物做一个较好个保存。吼啊，但是即摆透过咱文化局文资处吼个专家个指导了，吼咱透过即个修复个迄个技术吼，我想咱会使继续搁予伊采伫个咱即个现地。哦，较袂讲咱去刷时吼，来造成伊遗嘱的伤害。永康区公所表示，这座蒋公堤功德碑的位置是早期台糖公司的土地，并且院内阁有五丛大榕树甲凉亭啊，庇护村有龙院，非常适合大家来遮行行甲纳凉休息。上面也会当探访石碑古物的历史由来。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。